有着幽默风趣个性的网红林静，过去因拍摄和阿嬷可爱的祖孙互动而爆红，至今仍获得不少人的喜爱。而爆红后，林静替阿嬷创办粉丝专页林静阿嬷菜板，拥有超过23万名粉丝追踪。怎料今三日凌晨更新最新一篇贴文，却是阿嬷辞世消息。而林静阿嬷已有92岁高龄，她生前的最后身影也被挖出，拿着手机学拍照的模样被林静笑窥视。最老 YouTuber， 我个人拢有咧去着啊！哇，阿嬷也做 YouTuber 哦，足搞的哦！嚯，你搞笑安尼啊，好可爱哦！这应该是年纪最大的 YouTuber。对于阿嬷此事，林静也透过林静阿嬷菜板发文，并感谢每一位喜爱阿嬷的粉丝们，在她92年岁月中，因为有你们的陪伴和爱戴，让阿嬷在网络上成为了一位受欢迎的人物。表示阿嬷已福气地走向另一个世界，但我们知道你们的爱将永远陪伴着她，我们一同保留对阿嬷的美好回忆，祝福她在新的旅程中继续闪耀。阿嬷，愿您安息，我们永远怀念您。阿嬷，我想我当真啦，你过年要回来了啦。阿嬷，你看外面有水吗？真水哦。阿嬷，你怎么没办法？没办法烤，这样就笑就好啊。每个家里的人的奶奶呢，老了之后都会开始讲一些很丧气的话，他们都会说活那么久干嘛？早走早舒服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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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宝宝，我们去看一下我买的地。那我们以后就是要盖房子在这里。你说帐篷吗？哎，对耶，你看露营区，然后你要什么就是继续家里拿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原本策划好说，妈妈这个地我买下来，然后我们要在这里拍一集，就是 YouTube 买地的故事。虽然已经有人拍过，但是我自己也遇到这件事情。结果我说妈妈，你一定要通知我。她说没问题，一定让你拍一集。结果呢，她前一天晚上跟我说，弟弟，明天要铺了哦。你要来拍吗？哎，真的啊，哎，有嘞，真的有提前嘞，提前不到12小时说，哎，明天要铺了哦，哎，真的啊，我人在台北，好像我很闲一样，我都没有事呢。那我们就拍一些普通 YouTuber 会拍的东西，买地耶！我买了，我买地了，我买地了，我买在我家隔壁哦。然后刚好这个时间点买好，亲戚回来就可以直接把车子停在这里了。我们还做了一个斜坡，让他们好上来。有没有看到？真的、啊，我买的地我竟然没有限到，只好放在过年特辑里面了。虽然我现在是一个花脸的状态，不过呢，我现在是心花怒放了。我买地啦！这个还有回音哎。有哎、欸。这边看你家很新哎、欸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你看，可以，很好，很漂亮，很新，赞。看啊，拜。妈，爱你啊！妈，好久不见，照顾我好哎。哎，你哪回屁吧啦？累惨，不够哎。我那是替什么做脸呢？答对了，你答对了。有在关注。哎，这安尼久啊，久真好。这个毛有三年。哦，没有，还是安尼遐久。因为这届是，哈，你看我摕这个食物回来。除了这些食物以外嘛，阿公你吃，你是不是吃饱了？啊，吃饱你就有力气啦、啊。我准备了2袋衣服回来给你洗。原来就是姐姐要叫我来洗衣衫啊！妈妈，我刚刚讲了2袋给你洗，你什么表情？好多。妈妈，我准备了2袋衣服给你洗。一姐，新年快乐啊！新年快乐。他过年哦，好，他是澳门人，他回不去。去啊！你自在就好，你不要管镜头。哎，对耶，那我是不是应该先去阿妈打招呼一下？阿妈，我想，我当真啦，你过年要回来了啦。阿妈，你看外面有水无？真水哦！阿妈，你啊无法度，
无法度话，无法度哭，安尼就笑就好啊，嘻嘻哈哈。啊啦，什么啦？什么惊奇惊奇话？你才吃饱呢？你至少还搁冻三十呢。辛苦，艰苦。哪会艰苦啥？要领红包啊？你艰苦啥？好嘛，我跟你讲，每个家里的人的奶奶呢，老了之后都会开始讲一些很丧气的话。他们都会说，活那么久干嘛？早走早舒服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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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你看我不是回来卸个行李，然后突然就断讯了吗？因为我们睡疯了，现在已经是六点了，对，晚上六点了。然后其实你妈叫你起床的时候，我在想说，临近都是十点才是晚餐吧？对啊，怎么那么早叫我起来？她说你要起来，叫外送了，叫外送了，你叔叔回来了，叫六份，才五点半了，谢谢你，妈妈谢谢你，是不是太早叫你了？没关系，你们吃饱再睡。妈妈，谢谢你。我们今年过年呢，我们小姐姐林怡君她特别订了这个过年喜气。这是打麻将团服吗？没有啊，过年呢、啊、就穿这颜色。不行，你不能穿好看的。我们俩都已经这样了，还不准我挑颜色，我好可怜、哦。不是主人就是要穿特别，所以大家穿好之后站一整排就拍照就很美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噔噔噔噔噔，嘿，时来运转呀，喜气满满，这个发财日进斗金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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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穿这个鞋子回来耶，直接想要驾驭到我头上来耶，到底要多喜气？是不是？有发财，有白板，有红中，就是大三元，然后八万就发八万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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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。金斗金发大财，他是来运转喜气洋洋，这个是个天地人，大吉